还挥手，好嗨哦，好嗨哦，人生第一次。不然再慢慢走，不要挥手。一群人从陡峭的阶梯走下来，看的人捏把冷汗，当事人却觉得太刺激了，还兴奋的挥手，反而是工作人员劝阻提醒握住扶手。来啊，机会坏掉哦。吃体验哦，吃体验，机会生解派。这是园林剑湖山世界招牌游乐设施飞天潜艇 G5， 在最高点准备俯冲之前断电停了下来，大家有惊无险，兴奋比害怕多一点。但是其他游客光想就觉得好恐怖。啊，你坐你敢会敢较刺激？我唔敢坐啊，所以我未有这个感觉啊。啊，那停电嘞？惊死呀！惊死呀！有哈？心动到你无啦啦个？啊，会不会觉得停电比较刺激？最好不要了。正常的 G5 是这样，座椅到最高处，屏住呼吸，调好位置，准备俯冲。110公里时速，垂直向下俯冲，5G的重力加速度，感受飞天遁地的刺激历程。经历爬坡、俯冲、旋转，轨道全程384公尺，心脏不够强，不敢尝试。28号这班列车突然停电，卡在上方。因为外部的一个电力的一个不稳定，然后导致社区有暂停的一个情况。那我们也有立即去启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停电的 SOP， 那在最短的时间把游客疏散到安全的一个位置。园区表示，游乐设施卡住是安全措施，平时也做疏散演练，顺利将游客引导下来。可能也是胆大的才会选择这一项游乐设施，他们兴奋大于害怕。TBS 新闻张崇敏、吴淑萍云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BS 新闻网 APP。